是罗玉文同大家提天气，受东北季候风的影响，今日天气相当不错，云量是不算多的，见到维港的蓝天，但朝早就几清凉下了，新界不少地区都只是得16-17度，打鼓岭更加只是得15度，是由于吹和缓北至东北风，风势不大，在天清气浪的夜晚，新界比较空旷的地方散热就特别明显了。而尖沙咀天文台的气温就录得介乎18.8至24.7度，六点钟的气温有22.7度，相对湿度70%，又交俾天先生。啊！预测周末期间系天晴，日间天气干燥，要注意啦。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得大约19度，新界会再低2-3度，而最高气温有大约25度，吹和缓北至东北风。预料一股微弱的季候风补充就会在星期日抵达华南，随后一两日大致都是天晴和干燥。预测早晚的低温就会跌到落17-18度左右，而预测听日的空气污染水平是中等至偏高，最高紫外线指数有7，强度属于高。又看下其他城市的天气。澳门明朗，广州厦门多云，台北有骤雨，上海多云，北京多云，首尔是天晴，东京明朗，曼谷有雨，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，雅加达有雨，胡志明市落雨，马尼拉有骤雨。去到南半球，墨尔本悉尼骤雨，布里斯班雷暴，奥克兰是明朗，纽约天晴，多伦多多云，温哥华有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矶骤雨，巴黎天晴，苏黎世法兰克福多云，亚姆斯特丹同伦敦明朗。天气讲到嚟呢度啦，祝各位有个愉快嘅周末，拜拜。